在哪里？啊，是你今天才发现的吗？昨天。昨天几点？昨天早上。遗弃在哪里？这个地方。啊，有放什么东西吗？放一盆水。一盆水。可能是养在笼子里面。你看它前面指甲好长啊。哪边？我看一下。你看。哦。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一定是养笼子里面呢、啊，才会这样子啊。对啊。还是大肠呢？对啊。哎，他有的在屁股那边是脱形的吗？我想说他可能是养坐在笼子里面坐久了结痂的。他会不会吃东西？就我从昨天要喂他，他整天都不吃不喝。我那指甲好长哎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这可能就是养笼子里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才会指甲长到这个样子，吓死人了。对啊，指甲怎么长成这样子？弯了。对啊。有点离谱，怎么办啊？不是放马，要带他们去里面游泳。没有啦，流浪动物。不是放马啦。